前我在上下班，今天我们要学消化。第一个口腔，第二个食道，第三个胃，第四个小肠，第五个大肠，第六个肛门。今天我们来看图片吧。口腔我们是食物分食物，寄到你的食道，然后寄到你的胃分水，然后寄小肠，走，然后寄大肠，然后不要的东西寄肛门。谢谢。